好，大家早。我们今天请各位打开教材第166页哈，进入了大正时期哈。这个大正时期，刚好跟我们中华民国的成立的时间啊差不多一样哈，大概就是20世纪的前半段一开始哈。那这个时期在日本呢？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刚好在日俄战争里面呢，又打胜仗啊。日俄战争赢了以后，可以说在整个日本的产官学界啊，甚至于政府，他们都有一个对日本这个国家未来到底要怎么走啊，除了他们已经有增加了很多信心以外。尤其是，文明文化史这一块，也就是，前面，明治时代的三大主轴里面的文明开化这一块呢，进入到大正时代，要怎么把这个国家继续往前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个时候。日本慢慢就跳脱出，思考日本自己国家，尤其是国内的东西，慢慢的会思考说，在全世界，从东亚以外扩展出去，在全世界未来的日本，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定位，如何有一个去向，这个包括，上至。这个内阁下至一般的老百姓，在日本社会呢，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啊。那我们看大正的第一节的这个标题哈，大正 democracy，这个也是从欧美传进来的哈，就是讲的是民主主义啊，民本主义这个问题哈。那所谓的 democracy，是跟宪法也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政治运动里面，他们叫做互宪运动，顾名思义，就是宪法这个部分呢，他们要加以这个保护啊。但是这里面呢，过去曾经有官僚的体系呢，跟政党的势力之间，在宪法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曾经有过对立的这种状况，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学者也好，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也好，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我们在上一堂课也一直跟各位强调，每一个思想家、知识分子，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思想的一个主张哈，这个主张呢都抛出来，希望对国家、对社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力哈。那今天我们也介绍主要的一些思想的很多主义哈，那当然它就会出现一些人的问题哈。所以第一节我们会谈到民本主义啊，民本。顾名思义，以人民为主轴，以人民为本啊，这样子的立场啊，就是人民怎么看未来这个国家，人民的意见对未来的国家有什么这个向往啊？那第二个是世界志向啊，就是对于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日本应该怎么走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再来人道主义、文化主义跟人格主义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多思想家、学者、文人，他们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啊。那这里面有一位，我们先介绍，有一位叫做吉野作造啊，这一位人物啊，吉野作造。吉野作造，他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啊，是早期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啊，那也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大正时期的民主主义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他出生于九州的一个宫崎县啊，那特别呢，他对中国呢有非常多的一个看法，而这个人物呢，他其实是一直主张，就是民本这个东西，一定是未来国家的走向，还有日本跟世界的结合，最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愿景哈。所以吉野照作，其实他有很多这个作品，大家对他的研究也相当多啊。那他对中国的一个理解是有前后一贯的一个思想的主轴性，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主轴啊。这个也让各位了解一下哈。那所谓的民本主义啊，就是以君主立宪制为前提考量啊，使用的是民本，而不是民主哈。那民主跟民本呢，在定义上当然它有它的一个差别。民本就是以民为本，民主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民主，我想各位都比较清楚了哈。不过可能区别一下，民主跟民主不一样的地方哈。民主我们经常讲是这个nationalism 就这个东西，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民族的一个情怀啊，民族主义是这个主啊。那这个主呢，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所谓的 democracy 啊，就是不同的一种解释啊。也就是说穿了，就是以民为先啊，以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为优先啊，以人民的意志来做政治的决策，或者是去执行啊，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讲诉求吧啊，这个叫做民本主义啊。那其实有不少人啊哈，我们再跟各位介绍人道主义、文化主义跟人格主义。那我想各位知道，在文学界里面所谓的白华派呢，有一位叫做武者小路十笃这一位人物啊，那他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一种想法啊。他其实祖先呢，是在我们之前讲的德川时代，是一个公卿之家啊，所以呢，他也算是一个贵族的一个后裔啊。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了哈，所以延伸到后面，他对于怎么讲？比较自由的一个时代里面，他有自己比较特殊的一个看法，同时他自己又是一个文学大家啊，所以他从文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社会的一个转向啊。那
因为他们创立了一个杂志啊，这个杂志叫做《白话》啊，《白话》，所以又被称为白话派哈，希拉卡巴啊，这样子。那他曾经在大正七年的时候，也是在宮崎宫崎啊，九州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阿达拉西吉穆拉啊，他是想说是以一个乌托邦为概念的农业共同体啊，那崇拜托尔斯泰的一个思想，你要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嘛？那当然他有自己的一个理想啊，但这里面他所强调的就是说，不再是以国家去思考问题，而是以人道的一个关怀，文化到底要怎么样去定位去发展，还有我们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的人格怎么去塑造，怎么去教养他，所以才会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跟这个人格主义啊，这样子一种不一样的诉求啊，都跑出来了啊。那在文化主义里面，我们可以看167页啊，最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位叫桑木研一啊，这一位人物，我想这个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各位知道那个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康德啊，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受到全世界，特别是哲学这一块领域的一些爱好者的一个喜好，那影响也非常非常的深远，就对了。这一位桑木呢，他也不例外啊，他是在日本，研究这个哲学这个部分非常有名，是东京帝大的一个教授，他提倡民主跟和平的一个文化主义。那民主当然就我们讲就是自由，是跟民主是有关的，甚至于民主呢跟平等它也有所牵连的。而和平，各位看起来这两个字好像没有特殊的意义，说讲那个对，和平在这个时代更趋重要。也就是说，你看一看啊，1600年的官员之战，决定了后面的德川的政权。德川的政权有260年的一个平和の時代。和平的时代，这个是因为在1600年之前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日本叫战国时代。我们很难去想象什么是战国，那个三雄鼎立的时候，每天在那边战，每天在那边乱。我们老百姓今天吃完了早餐，下午有没有得吃不知道，早上过了到中午命还能不能保住也不知道。各位，现在你看了电视，现在啊，把这个时间拉到现在2014年的今天5月29号来看，你看看乌克兰现在是什么情形啊，你就知道了。我昨天看了一个画面，就心里面很感触非常深，人类对这个战争啊永远没有办法放弃，永远是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就是民族主义在作祟的啊！这一块土地是我的，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然后一天到晚说要学的这个不要再战争的教训，有学到吗？其实没有耶。繰り返しばっかりですね，是那个战争。昨天我看到的画面是很多士兵拿着武器，对不对？冲来冲去。老百姓呢，惊慌失措了，赶快要跑去躲起来，因为这个国家，乌克兰这个国家未来要往哪里走，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在这种情形之下，长久的生活下去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桑木提的这个和平，你就知道它有多珍贵了。
而我跟各位同学，我们真的很幸运，都活在没有战争的时代，都活在一个非常平和的时代，这是多么幸运的啊！可是我们再往前看一看，然后再往后推，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可是呢，好像很难，对不对？为了一个钓鱼台，民族主义每一个国家都有，为了一个主导，中越的问题，昨天菲律宾也出来了，不是往和平的方向去走，而是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继续争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通常是当局者迷，执政者呢，他要握了政权，握了枪杆子以后呢，他是不会听人家讲话进去。可是我们讲的这一票人，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跳脱一个执政者的立场，看得很清楚，而且人类应该怎么样去过自己应有的一个生活，他们有不同的主张，即便是他们的这个思想主轴都不太一样，可是大致上是往着和平社会的一个方向，互助的方向去发展。我想这个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我们有讲说第一个关界，对不对？第二个是产界，第三个是学界。产官学经常是被人讲出来，但是官摆在前面也好，产摆在前面也好，总之呢，学一定是在最后面，学一定在最后面。士农工商，你要把它调回来，其实是什么？是工商农。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啊。农永远呢是最弱势的团体，是最被牺牲的一块人民，在农。我们现在讲产官学的学也是一样，从这三块来讲，学它是最客观的，它的建言应该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可是官会听吗？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产业界呢，经济挂帅了以后，他就其实是游走在两边，游走在一方面是靠官，一方面是靠民，他有不同的一个思想主轴。这个呢又跟学的一个思想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今天在讲的是这一块，这是学这一块啊。所以就是过去包括在所谓的护国强兵啊，就是国家主义至上的这条路一直强调走过来，那这些学这些知识分子现在应该认为说够了吧啊，稳定下来以后不应该再一直在往前冲了啊。这个我们应该停下来停听看一下，就是说日本这个国家到底富强了没有，日本这个国家到底在建立国民国家的进度里面达到了20%，如果要往前冲的话应该用什么方法手段来做。这个时候学的人物，这些知识分子希望的就是建议他们说，来你看看世界共通的文化还有普遍的一个人格价值是在哪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尤其是在日俄战争，虽然日本其实已经虽然表面上其实他是赢了没有错，可是几乎也倾家荡产了啊，所以其实是没有赢家，是双输。从我的角度来解读，但总是赢了哈，这个他的国际地位提升了，提升了以后，那么怎么讲？就是说，
所谓的世界西国，未来怎么样面对世界，是这些学者他们想要去诉求的。那我们也可以再介绍几个人物给各位了解。另外一个是讲到人格主义的这个部分啊，阿布次郎啊，那高等学校的时期就发动罢课而被退学啊，那么后来还是从东京帝大毕业啊，他是夏目漱石的学生，那么跟很多人都有很深的一个交情啊，主要他们有一个诉求。这个上个礼拜我也讲过，就是说每一个思想家他们为了要诉求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够呢去影响到他想要说的一些话啊，所以呢这个他们会办杂志啊，所以这个阿布他也不例外，他跟岩波茂雄办了一个杂志啊。这个杂志呢就是思潮。那另外就一个走向，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学我称为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老是有跟国内产官界不太一样的这种思想的这个思维呢？原因就是说他们呢不是只有在国内受教育而已，他们呢到国外去看了，甚至到国外去留学了，所以有不同的思想主轴出来。所以比如说这个阿布呢，他留学欧洲，他就发表人格主义啊，他认为应该是自由的去追求真善美这个东西，了解自己的尊严的价值，也就是我是一个自由人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社会才是真正的一个理想社会。但这个理想社会我觉得几乎不太可能实现，局部性的也可以的哈，但是不太可能实现。那我现在就讲一个哈，我要先讲，我不是传教哈，我不会传教，因为我是一个全神教的，我从来没有信任何教。但是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宗教的信仰也是人的思想主轴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那么讲到比如说要创造怎么样的一个自由的世界或理想的世界，甚至于说是柏拉图的世界等等啊，过去现在甚至于未来，我都预测还有很多思想家会提出相同的一种看法，理想主义能不能实现，大家其实说很难。不过我真的劝各位去看一个地区吧，哈。因为过去我曾经在这个学校教过两年书，所以我当然有很深的感触。就说关西地区也许各位都去过金板神京都大阪神户啊，那么还有一块是奈良，各位知道吗？也许奈良是一个古都，大家知道，可是奈良再进去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地方有一个叫天理寺，你们可能就不太清楚了。这个天理寺啊，它是人口非常少，只有7万人左右，7万人口。可是你进到天理，我当第一次进到天理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惊讶。为什么？你的感受就是它是一个宗教城市，
每一个人都穿了一个 happy， 十个人有七八个人穿着黑色的 happy， 后面就写了天理教三个字。我说，对我来讲很让我惊讶啊，就是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城市呢？啊，人口我刚刚讲七万，其实是非常小的城市啊，可是那个城市，你说风景也好，干净的程度也好，我的感受啊，甚至比奈良还要棒的感觉啊，就从奈良进到那个天理这个地方去啊。那这早期它不叫天理寺，它叫好像是叫伊丹吧。后来因为天理教这个地方生根发展了以后，整个改成天理寺。后来我因为进到天理大学啊去教书啊，我带我的两个小孩在台湾都念小学，然后办休学了，就跟着我去了。去了以后，他们有一个天理小学。这天理小学就是说，因为我在天理大学任教，所以我的小孩有资格进这个天理小学。后来因为这个天理小学在当地是一个宗教的，当然是宗教的，可是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学校。你要说他贵族嘛，不到贵族，可是当地的所有的爸爸妈妈呢都是希望把小孩子呢送到这个天理小学去受教育去啊。当然我这两个小孩子进到那两个在那两年啊，老大呢是在那边毕业，五六年六年级的时候在那边毕业，老二呢女儿是念了三四年级啊。我想对他们后面的一个人生的发展都有不同的一种那种感受吧啊。就是说我先讲这个小学的部分啊，他没有强调成绩啊，不是一天到晚考试考试考试，就是说我们求知识不是为了要考试。那他们的科目里面不会把所谓的考试的科目塞得满满满的，而是要健身，健身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带了两个小孩子去，第一天带他们去报道，第二天两个人就汗流浃背，然后这个乌漆抹黑的就回来了。他说很累啊。我说你们两个是在学校怎么了？他说我们去到学校，老师叫我们书包放下，就晨跑，跑到全身都汗，但是他没有带衣服，人家日本的小朋友都知道那个带衣服来换。他们两个不知道，因为这个拼懂过来，也许老师有讲了，可是，从台湾去的小孩的那个概念根本不是一天，不是早上去，然后，进了教室，然后就去跑步啊，绝对不是这样，就跑步。而课程的设计里面呢，学科的部分，比如说国文、历史、地理，这其实当然是有，可是比这个更重要的，啊。就是像美术、像音乐、像书法，特别是体育特别重视。那还有一个暑假啊，暑假有一个作业，这个作业还蛮严重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游泳课它没有分等级啊，这个帽子有不同的颜色，你测验哪一级及格就戴什么帽子，那么几年级应该什么时候要游多少什么事，然后能不能及格的时候，及格以后你才可以戴上那个帽子。那我那个小女儿就哭哭啼啼的回来，因为暑假我们通常会安排去哪里旅行，她说爸爸我不能去啊。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没有及格。我说什么没有及格？她说游泳没有及格。因为我没有及格是暑假要回来，暑假回来啊，强制的啊，强制要回来，就是说你暑假要回来补游泳课，补到及格为止，然后戴上那一级的帽子以后，他才放你假。诸如此类的一种教育，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看不到。那还有啊，
就说小朋友嘛，难免会吵架，有没有？坐在旁边，为了小事吵架。我们通常在这边看到小学老师怎么处理的，说两个人都给我过来，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开始骂啊，讲就说不准你怎么样，给我罚站，甚至有的罚跪，再严重一点，啪啪两个巴掌就打下去了。那教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后来我了解哈，如果这个班级有两个学生打架吵架以后，校长或者是教务主任授权给老师有多大的权力？因为我经历过才知道哦。你为了处理这两个小孩子打架以后，要去把那个理由理清楚，然后把事情处理好，让他们小孩子再重新的建立他们小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你可以不上课，后面的课全部停了，全部停了，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是非常所谓的真的就是人格主义的教育，人本的一种教育，不是吗？真的是这样哈，这个是我看到他们这个小学的一个部分。那再来。这个教蛮好玩的，我说我不是传教，研究生都听过我讲。我想一般来讲就是说，你是什么教徒，通常都会说，哎，你要不要入我的教？好，那如果你入我的教，我就带你去。比如说基督教，听你去我们教会那里，然后听一听，你要不要受洗？这个很正常，好。那佛教啊、道教啊，很多教，每个人都在，这个希望说你进到我们这个教来，一贯道如此，对不对？天理教也不例外，他们要吸收教徒。那因为我在天理大学教书，一开始不太清楚，后来问来问去，当然是天理大学的后面的。这个支援这个大学的就是天理教啊，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学生不多，这个学校没有研究所，我就很纳闷，没有研究所，他不开研究所，没有硕士班，更没有博士班，然后他开的是语言特别多。我呢去天理大学有唯一被要求的条件，如果我没有符合那个条件，我是不能到天理大学去教书的。我告诉各位，我在天理大学不是教我的专长，是教台语。教台语，如果我能教，我才能去天理大学。那么，在国际文化学部，我是属于国际文化学部里面的，里面有多少种语言？包括台语在内，有11个国家的交换教授，11种语言。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其实他是要培养这11种语言的天理教的天理大学的学生到国外去传教。传教基本上要什么？要语言。所以，那徐老师你是从台湾来的，那你就是要把我们的学生把台语教好。这是一个很多了哈。那我到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各位更要去理解一下，天理大学的图书馆规模没有像日本的国会图书馆那么大，可是它的价值啊，在日本那是数一数二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天理大学图书馆里面的国宝哈，我记得有8点。国宝啊，什么叫国宝？国家指定的财产，啊，比如说我印象里面很深，它有一个是欧阳修的真迹，真迹哦，欧阳修写的真迹啊之类的，这个汉籍，啊，或者有宋版，或者有更早的版本等等，啊，它这个图书馆呢，啊，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图书馆，比如说我们提到那个德川时代。有一位思想家，他想要拜朱舜水为老师，被拒绝。我上次讲过的伊藤仁哉，
伊藤仁哉创的是古易学，在天理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古易堂文库。这个古易堂文库不是日本之最，是世界之最啊！你现在可以马上上网，就打这几个字，就会跑出来。古易堂文库是什么东西？诸如此类的，在天理大学，那简直是多得不得了啊！也就是说，那个宝物啊很多，也就是他们的教主呢，对于这个宝物呢，可以说是用了很多钱，不惜用大金去购买这些文化的遗产，留到现在不得了啊！那我经常进书库，我在那边等于是专任的老师啊，虽然是交换两年，就有一个图书证老师的。可是他们的图书馆可不像你们现在进台大的那种感觉，你要去检索哪一本书啊，至少在我教书的那个时代，1997到1999，要检索东西很困难啊。他们有用 IUL 用这个 ABC 或者是用作者名去编排的书卡，大部分是抽屉抽出来，你先要会读，比如说阿贝，那就阿，你就到阿那里去找，然后再找到贝，然后再找，一直找到阿布次郎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去翻翻书卡，翻到你要的东西，上面有号码，啊，你再填，填完那个号码呢，再交给所谓的书师啊，他们叫书师。啊，他就帮你处理进去里面调出来，啊，大概是这样。我就很好奇，因为我进到图书馆，我到处去逛，当然，对我来讲，好像入宝山一样啊，就是很新奇，到处逛，逛来逛逛去，就发现一个感觉：天理大学图书馆里面的有关宗教的图书，照道理应该是天理教的图书，有关于宣传天理教的。这种文献最多啊，答案是 no。 最多的是什么？基督教圣经，几乎你看不完都有。我就很纳闷，但后来我问了啊，他说因为我们要学基督教如何去传教啊，这个也是一个目的啊，所以呢他们也学基督教。那我就话说回来，这个天理教传教的时候，我很想理解他的教义。当然，我看了很多天理教的一些基本的这个书了哈。他有一位山中的女士吧，啊，是创教的教徒女士哈，是很清寒的一个女士，算是日本新兴的一个宗教哈。那我当然想要理解那个教义，看了一下，基本上其实跟我们的讲过的这个儒家的这个传统的教义也没什么两样。他说人啊一定要结婚，夫妻呢一定要相亲相爱，那么你的人生呢才会很幸福啊。那兄友弟恭啊，就是五伦这些啊，都在他教义里面。我就很好奇啊，我是想要去听。那当然天理教的我的朋友天理教的教徒，他也希望我这个加入天理教啊。可是其实我不会加入了，他不知道，当然我也没讲啊，但我想去听。他说徐老师，我哪一天我安排你要听的话，我安排你来听。我说好，我想去听。那我要听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一个表让我填啊，好像我们要去日本签证啊，身家调查一样啊，填完以后还盖章啊，盖完章以后他说徐老师5000元求贷，跟我收5000块日币，我说哦，那一开始我以为是他是为了在赚钱这样，但我就交了5000块进去听完了，那一章啊就盖第一次授课
那个章就盖下去了，盖。然后他说这个呢我们要保留啊，啊你下一次不管什么时候，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一年两年以后，十年二十年以后，你都可以再来听。但如果你想加入我们这个教，你要来听九次，九次，每一次都要付5000块，然后听完盖一个章，盖满九次，我们的教主会接见你，然后会给你一个叫做欧沙日给，就是一个好像欧玛摩里，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成为他的教徒，啊，是这样。我心里在想说，一定有很多人说啊，好搞，谁会用这种方式去入教，对不对？通常谁叫我去入教，我明天去受洗一毛钱也不要交，马上就成为教徒了，不是吗？天理教啊，受忍耐啊，不是啊？那愿者上钩的意思，你愿意，你就是乖乖的去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次以后，那你才成为教徒。那你说这个，如果说你就说哎，很不可思议，甚至于说这个阿霍嘎这样子，我跟各位讲，韩国的天理教徒呢，将近有40万人，啊、哦，那么台湾的天理教徒，台湾的天理教其实在日据时代就开始在台湾布教了，可是台湾的天理教徒呢，人数很少，现在应该在3万人上下而已，不多。那他们吃得非常的稀少，啊、哦。因为我经常带学生去吃早餐，吃完早餐就被学生骂啊。他说：“老师，这种东西能吃吗？”我说：“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能吃？”他说：“好像没什么好吃的啊，怎么会吃的那么……怎么讲？对我来讲是很好，因为清淡嘛，哈、哦。哎，你要想荷包蛋都没有，什么鱼啊肉几乎都吃不到，就是青菜、稀饭啊、馒头啊之类的，非常的稀少这样子。我们的学生这个人。”太好命了，吃惯了这个丰盛的这个餐点啊，去吃那个天理，受不了啊！就有的学生真的激动的就说：“老师，你给我加菜，要不然的话我不吃啊之类的。”我们这里卖假哈，但是他们呢，一吃呢，就是吃10年20年，吃到死为止都在吃。所以有时候我曾说，哎、欸，这个天理寺是一个柏拉图的世界啊。从天理寺出生，一辈子在跟天理教有关的宗教城市里面求学、结婚、生小孩、就业，一直到终老而死，甚至没有离开过天理寺，没有离开天理教的，大有人在。他有小学一开始到大学，都有，那因为我开会，不是教授会议嘛，教授会议去开会，去开会的时候，他们啊会提到那个今年度的预算如何如何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开会才知道，像天理教每一年都亏空，就是说收学生进来，经营这个学校，付给老师。薪水这样子加减起来，天理大学这个学校几乎年年亏空的，有时候亏空7亿、8亿、10亿不等。后来我就问了里面的老师，他说几乎每年亏空，亏空的时候是天理教来帮助天理大学来补啊，来补这个。好，那我们讲说他们对体育的发展。健身、强国，这是很好。所以天理大学经常出现世界级的选手，比如说有一年在那个阿特兰大啊，美国亚特兰大有一个这个奥运，天理大学出现了一个柔道的国家代表队，可是媒体。从来没有去报道天理大学的这个代表选手，因为媒体不看好他，不认为他会得奖，可能是二军的。结果他去了以后就噼里啪啦这个过关斩将，最后拿到金牌，啪一下哇回到天理不得了，整个日本
开始报道了啊。那我记得1997年我4月的时候刚去报道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哈鲁森巴兹的那个甲子园高中的棒球队就得到全国的冠军啊。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啊教育的一个方式啊，让我经常拿来跟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教育体制跟内容啊来做一个比较。那我讲的这些基本上就回到说民本主义跟人格教育我们在教育的政策上面是不是多学一学不是只有日本啊，国外有没有更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好好发展的能够更健全的一种方式去做那这样子也许呢可能对我们尤其是你们这一代将来要掌握国家未来方向非常重要的一个年轻人这是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休息一下好我们继续请各位看这个市民文化的形成就刚刚我们提到一个理想主义那其实在日本的国内开始注意一下自己国内要如何去包括生活从硬体跟软体怎么样子去改善这里面文化住宅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代里很新的一个概念田園都市我想各位都听过文化住宅这是一个那么这个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其实是从日本自己的国家想要建立一个王国然后往外拓展领土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关上一个帝帝京啊什么我在其实在这个东京现在还有很多名称留下来其实跟当时的战争都有关帝京大学有没有拓殖大学听过没有拓殖大学还有各位知道海外他们 一战争领地到哪里他就马上盖一所大学那么这个最早的大学就是台北帝国大学就这里了对不对那1928年嘛甚至有的比这个日本国内更早国内有7所加上台北帝国大学再加上朝鲜也有一所叫做京城帝国大学有8所有8所那这些东西在日俄战争以后其实在我们讲今天的学知识分子里面认为说某一有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淡化来强化我们住宅让我们的生活交通铁路等等能够更方便来提升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平这样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是文化住宅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绿地对于人的这个生活我们听过文化村这样的一个名词就是说比较软性的一个怎么讲土地的一种开发那么改善自然的这个环境跟居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让这个应该怎么讲中产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一般的老百姓能够有所谓的文化住宅的一个空间我想这个时代是这样一个诉求那我们看一下好了比如说这个就是甲午战争热战争之后是东京郊外开始新建的一些都市田园都市第一个就是他们空间比较大一点第二个它是指中间有一个中间居间居间中间型的住宅就是这样子大正以来的中产阶级居住的一种住屋的一个形态这通常是要到比较郊区才有
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复原比较大，就是它需要比较大的一个面积，所以，回过头来，像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其实在台湾，如果要好好把台湾建设好的话，也可以啊，就是说不要把整个所有的重心都摆在台北，这是真的是会有问题。其实台北的气候，它不是全台湾最好的地方，对不对？这你像现在，这个植物疫情害打，这是很潮湿，然后雨季又很长，它所有的集所有的好的地方，全部都是集中在台北了。那所以，每一次大家都会觉得说，南北或者是城乡的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再想一想，台湾其实很小哎，如果跟世界一些，不要说大国了，跟日本比了以后，我们都很小了。不要跟中国或者跟俄国、跟美国比，跟日本比我们都很小，跟韩国比我们还比较小，对不对？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就一直没有办法把城乡的差距、南北的差距处理好，我觉得很纳闷的哈。那新干线是其中的一个，可是我建议啊，其实不是我建议，我同意。应该有很多前辈他们早都建议了，就是能不能迁都，重点迁都，迁到哪里？如果我最理想，我希望迁到台中。为什么？因为你台南的人虽然不方便到台中来，台北的人不方便，现在的新干线 non stop 49分就到了，请你到台中来。现在不是耶，我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啊，台湾省这个省会掉了，你们知道吗？省废掉了以后，行政院有中部办公室，哎，你们知道吗？农委会有中部办公室，哎，教育部也有中部办公室，哎，这一些人还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边还有硬体还要养，全部都是税金，哎，你可不可以干脆就把它搬到台中去啊？甚至搬到台中的更郊区去，然后你把所有的捷运交通网都建设得很好，在台湾应该都可以一日就到了，而且不用啊。你现在到高雄多少时间？到高雄新干线三个小时吧，没有那么快吧？啊，就90分钟好吗？所以现在你要办事情，如果我们去讨，比如说行政院。总统府在台中，我们现在要去办的话非常方便。那这样有什么好处？也就是台北的都市机能跟所有人口集中的太过了，所以台北市其实现在出现很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等等的问题。当我们把政府的重心往台中移的时候，会带动台中整个发展，然后都市之间的平衡就会出来了。这个时候大家不会强调说我一定要住台北了，为什么大家住台北？因为台北条件太好了，你去搭公车几乎不要等。我跟各位讲，有一次我去慈济演讲，然后隔天早上这个我想要这个进市区，然后就在慈济大学的门口有一个那个 bus stay 那里，我就在那边等公车，等了老半天没有公车来，然后碰到一个学生，他说：“徐老师，你在这里等什么？”我说：“这不是有公车吗？”他说：“一天只有一班。”啊，你想想看，慈济大学它也是一个大学的，然后慈济大学的门口的公车，我到现在还不相信。那学生跟我说：“老师，你不要等了，你要么就叫计程车，直接哈就进市区；要不然你如果这个愿意坐摩托车，我载你一把。”我说：“是，谢了，谢了啊。”但是你想想看，那个城乡的差距非常大。那所以呢，住宅的一个改良，其实又是回到，我喜欢孙文的那一句话啊，“居士为文明之一因子”。居家对我们太重要，我们累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回家休息啊，有家多好啊，没有家，真的好累好累。回到家，如果环境不好，也不会觉得很舒服。所以，住宅的一个改良啊，
环境的一个改良是对我们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对家庭和乐、社会和谐的一种无形的文化主义的建设，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个要素。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下面其实还有就是说综合杂志哈，这边杂志在大正的时期，像现在各位也都知道叫做求恶扩容，有没有？还有改造这个大正时期代表的综合杂志哈。那么尤其是中央公论，它是主要是批评政治或者是社会的这样子一个杂志啊。那么改造呢是比较偏社会主义色彩的一个杂志啊。那还有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做文艺春秋，文艺春秋它是短篇小说或者是文艺评论，以这两个主轴为诉求啊来创刊的啊，在1923年的时候啊，所以这些杂志其实基本上啊都有它在时代上的一个背景啊。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啊，这是中央公论啊，从1887年创刊到现在啊，最早的一个反省杂志啊，在1899年的时候呢，改名为中央公论，那么现在是以中央公论新社为名在发行啊。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吉野作造啊，在大正时期的时候发表政治的一些相关的评论啊，这个跟中央公论也是很有关系，也就是说大家很喜欢去投这个稿啊。就像说明治时期，我之前跟各位介绍有一个叫明六杂志，有没有？明治六年的时候包括那个申无礼或者是福泽谕景他们这一票人创出来的这个明六杂志，当时只要投稿到明六杂志去的人，最后在整个明治时代可以说是在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甚至于政治界都占有一席之位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那这个中央公论也是一样哈，他刊出来内容大部分是以这个自由主义为诉求的一个论文啊，就是大正时期民族主义非常盛行时代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刊物啊。那这个改造1919年创刊啊，1955年废刊，我还没有出生哈，我是1956年出生。社会主义的色彩它非常浓厚，主要是刊载这个劳工问题跟社会问题哈，它是一本充满冲击性的社会评论的一个总和杂志哈。像佐藤春夫啊，天主教啊，社会主义者啊，川鹤丰彦这些人都在这里发表过论文哈。信田鹿伴他有一个作品叫《玉》。文妹也在这里发表过。这里我特别介绍佐藤春夫这一位作家，我想各位都很清楚哈。佐藤春夫呢，他到台湾来，在日据时代到台湾来，到处去看，到处去走访，写了很多很多这个作品哈。上个礼拜我跟各位提到林献堂。其实佐藤春夫来的时候，他以作者的一个身份呢，他希望建林献堂，可是总督府呢对于林献堂这号人物呢是非常有戒心的。因为之前我不是提过说雾峰的这个林献堂曾经去邀请谁来，所以邀请梁启超到台湾来，邀请了这个板垣退助这个自由民权运动家到台湾来。那这些举动、这些言论，在总督府想要殖民台湾的人物的立场来讲，都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当佐藤春夫说要去跟林献堂对谈的时候啊，总督府非常紧张的。那怎么办呢？其实他是有跟着一个监听的，一直跟着，美其名说是翻译，
美其名是说口译，其实不用口译，因为林献堂先生的日文好得不得了，直接可以用日文跟佐藤春夫来对话的，啊，但是呢，总督府会说没有关系，我们万一你语言上有问题，我们这一位谁谁可以帮你传话，帮你翻译，不是那个人就是什么，是监督他的。不能单独让佐藤春夫跟林献堂两个人在对话，因为他们两个会讲什么不知道。那林献堂第一次见到佐藤春夫，第一句话，他其实日文很好，他故意不讲，他就讲中文，讲台语，请你翻译，啊，请你翻译，啊。那么那一段其实。林献堂的语言是很尖锐，他说：“你认为你们日本政府这样子对台湾人，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之下，公平吗？对吗？如果不对，以你个人是一个日本有名的作家的身份，你的看法如何？请你回答。”非常尖锐的一个对话，两个人就对上了。佐藤当然不敢回答。啊，但是佐藤都写下来了，写下来以后呢，回去了七八年以后，全部说出来了。当然，他不是说几年几月几日在哪里跟林献堂见面，所有的人事物都是用假名。可是你读了他的那篇文章，你就知道他就在反映七八年前跟林献堂对话的那个事实，跟他自己的看法。比较柔性的，就是说不应该对台湾人这样子，等等，啊，这个是，我提到刚好佐藤春夫，我想各位很清楚哈，佐藤春夫跟台湾的一个关系了哈。那再来是文艺春秋啊，1923年大正十二年的时候，由菊池宽出资所创建的。那文艺春秋在日本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杂志哈。主要是短篇小说、文艺，这个评论，啊，那最后当然对于政治啊、经济啊各方面的这个文章，当然也都有刊登，啊，它是一个大众型的啊一个总和杂志，啊，不同于激进的中央公论社或者是改造啊，这是文艺春秋它有创出自己一个比较所谓的特色的一个方向，啊。那各位看一下这些，市民文化形成，市民文化形成里面这个杂志对市民的一种思想，我们不要说改造，而是说这个影响，或者是说提供这样子的一种知识的一个宝库，让大家去了解现实的社会，或是文学的层面等等，或是各种不同思想主义，到底我们在充实自我的。这个生活上面这些杂志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我相信这个这一些影响层面都很大，我就不用多说了哈，至少岩波新书、岩波书店、岩波各位知道了哈，对，到现在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书店哈。那还有是各位看一下，还有这些怎么讲，就是像阿盖托里哈、文艺战线哈、等等这些杂志也有哈、还有这个King Fuji 啊、战旗。好，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有关于电影跟这个ラジオ放送。也许你们也看了这个教材了哈。日本什么时候开始有ラジオ放送？ラジオ放送？啊？是吗？是吗？如果是战后的话，恐怕答案就不太对了。至少1945年8月15号，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是透过ラジオ放送。所以不是战后，那这个民主真的很恐怖哈，说用恐怖不太好听，就是说昭和天皇宣布
无条件投降以后，几乎听到的日本人，军人也好，老百姓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全部不管男女老少，做一个动作哈，那个动作让美军认为这个国家的民主性非常强，会再站起来的，向皇居下跪，向皇居下跪。那不管昭和天皇有没有罪，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为了，从日本的角度啊，为了让这个国家强盛起来，死了多少人，他们自有一把尺啊。做了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想他们也有一把尺，但是结束了，战败了，他们还是这个以天皇为主轴的这样一个天皇制，在每一个日本的老百姓里面是这么深远的刻在他的心里面。这个不用讲，下跪面向皇居就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跟原来传统日本人的神道的一个思想，你要去做思考。明治之期以后的明治天皇等于神啊，神格化了，天皇已经神格化了，大家都很尊重了啊，所以这个天皇制对他们讲非常非常重要。当然我也讲过美国那个波士顿宣言的那故事给各位听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其实拿吉奥后手是在1925年大正14年由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各个侯寿局部开始的，算起来应该今年是89年，到明年90年，就是90年前就开始了这段历史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无声的这个电影哈等等，大正时期有很多大众娱乐当中，无声电影它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反映当时代的一个社会状况哈。比如说它批判当时的这个阶级的一个差别啊，比如说这个这个应该是念 Gero 啊 ，Gero 意思是什么 ？Gero 就是下级的最低层的人民，都是被使唤者、被使唤的这样的一个被叫来叫去的啊，使われてる啊，然后描绘掌控资本主义人们，还有一个。伊克鲁尼尤，那类似这样批判社会的一些电影呢，通常，执政者呢都不喜欢把你剪掉，就像我们说1987年戒严时期，你看到的电影，尤其是外国的电影进来，都不是完全的电影，不是完整版的，新闻局要先看过，然后哪一段不行先卡掉，再剪接好，然后再去电影院放送。那你到国外去看的时候，你在同样的电影再看一遍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奇怪，这一段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因为在台湾不可以，有没有啊？就牵制这个人的一个思想、行动的一个自由。当时代日本也是有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大正时期的这个美术啊，美术的部分啊，这个。展览其实还蛮多的哈，那他们也有他们当时代的一些作品哈，像这些我就不说了哈，各位看一下照片就可以了哈。我特别可能要再跟各位强调的哈是，各位打开一下170页哈，170页里面，从明治的末期到大正时期的这个文学里面，我们之前都一直有在文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学派。叫自然主义，自然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说，
阿里诺妈妈什么事情就是很自然的就反映出来，那这个没有经过修饰的啊，在明治末期的时候强调它的真实性，可是有时候啊，你太强调真实性的时候，有一些丑陋的一面可能也被揭露出来，是不是不报比较好啊？报好不报就报喜不报忧，会不会对这个社会风气呢会比较好一点？有不同的看法了，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贪比哈啊，贪比哈啊，贪比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追求是观感的一种美哈、啊，就是不是说什么都要报，而是说应该是中间里面挑出来以后，就是说报道出来呢，有它的美感，有它的怎么讲，感觉上很好的这样子的不同的主义的一个诉求哈、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是白华派，第三个是新现实主义派。我们每一个派再给各位介绍一些这个作家跟作品哈、啊。那我也不一句一句来念了哈，这里面大概就跟各位介绍几个哈，比如说，像白话派里面有很多有名的有岛五郎、志贺直哉啊，他们的作品。那谭比哈里面也有那个谭泽崎、君一七郎。那还有比如说新思潮派，各位可能是比较了解的，像这个。芥川龙之介啊、哦，像拉秀门这样子的，新感觉派像川端康成啊、哦，川端康成，曾经来过台大啊、哦，在台大曾经演讲过啊，他得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啊，到台大来过啊，黄德史教授当他的翻译啊、哦，等等。然后儿童文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宮坂賢治啊，宮泽贤治等等，这个都是在这个时期里面的一些文学的大家跟他的不同的派哈、哦。我们再看看这些人物了哈，贪比哈里面的代表人物哈、哦，永井和风跟这个谷崎润一郎哈、哦，白话派里面小说之神志贺直哉。有人这么称呼他哈，像安亚扣罗他是非常有名啊。有岛五郎啊，曾经去哈佛留学啊，他读的是历史跟经济，可是回来以后因为碰到很多跟文学的朋友在一起，最后他是走上文学之路啊。新现实主义也就是佐藤春夫哈。啊，我们称他为日本近代诗人作家啊。那么他其实是我们不太认识他哈、啊、是在日本国内本身真很有名，那台湾的学界真正认识他是他刚刚我介绍他到台湾来这一段以后，他写了很多作品。那各位可能听过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到底怎么样区别他，其实到现在还在战争。一个叫日本文学，各位听过吧？哦，一个叫台湾文学。那到底有没有台湾文学？这个其实我们大概一两个月前请了那个台湾日本研究学会理事长，叫山口守教授。来演讲，如果各位有去听的话，那你就值回票价哈、哦。他是可以说是在日本台湾文学的第一号人物了哈、哦。那么有没有台湾文学，这个争论很大。从中国本家的讲法来讲，是只有中国文学，没有台湾文学的。在日本的日本文学的本家来讲，也认为他们只有中国文学，没有台湾文学。但从台湾的角度来讲，还有现在很多甚至于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学者，他们也承认有台湾文学，日本当然也有台湾文学，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今天谈的不是这个，而是说怎么去定义台湾文学，怎么去定义日本文学。在殖民时期就有一个非常敏感没有办法去定义的问题。比如说佐藤春夫到台湾来写台湾的东西，但是他用日文写的，请你告诉我他是台湾文学还是日本文学。他是日本作家，他这个作品用日文写，可是内容是台湾，请问是台湾文学还是日本文学？这就是有战争了哈，有人说日本文学，有人说台湾文学， 这是一块。日本文学也是一样，日本文学里面写台湾的东西，或者是说台湾人 用中文写日本的文学，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争议性的 这些问题。那还有一个像比如说杨奎，据我了解，杨奎是不会用中文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比如说杨奎有一个最有名的作品，送报屋，应该是日文写的，说不定有人帮他翻成这个中文啊，可是杨奎用日文写台湾的东西，是台湾文学还是日本文学？还是有争议。大众说他是台湾文学，可是也有人说他是用日文写的，当然是日本文学。那这些那么重要吗？其实从我的角度，我不觉得。我觉得文学本身的内涵，怎么样去影响大家对他的看法，比来争说他是什么文学更重要了。当然我这样讲可能有人批判我，因为 我对文学研究不是我的专长，不过有这些问题存在就是了。那么当然也有新现实主义的，像这个葛西善哉，这个怎么讲，它是取材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个诗小说，比较率真的一种写法，当然它有引起一些共鸣，因为很真实的描述，这些不是非常怎么讲经过雕琢润饰的一些文字，而是原原本本的去呈现出来的非常写实现实的一种描述的这个文学作品，是叫做新现实主义，又称为新早稻田派。好，下面还有再介绍大正昭和的日本文化论，里面有一个西田几多郎跟瓦兹基铁子罗，这个那西田几多郎其实是他非常有名的，就是说对佛学哲学这个部分禅学他都影响非常的深远，比如说 Zen no Kenkyu， 他是根据理性来判断一切事物，而且呢他探讨的是佛教的一个世界观。那么这里面他也提针对一个个体跟个体的对立这样一个概念去延伸他自己的一些研究。那到晚年的时候，他对禅学无的境界来解释日本在亚洲的一个发展，无了就是一切皆是空这个东西。我自己 Tetsuro 那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文化论者，1919年他出了一个叫《古事巡礼》，从这个《古事巡礼》从宗教的一个立场开始来这个怎么讲开始关心这个日本的这个文化。还有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所谓的日本文化论里面有一个福多啊，讲的是风土哈、啊，风土啊，介绍千变万化的天气中，日本人的心性的问题啊，不屈不挠，然后这个能屈能伸，那么刻苦耐劳啊，这样子一种日本人性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哈，社会组织跟人际关系，我们经常讲，人間関係，人間関係哈，他提了一个概念叫しめやかさ。什么是しめやかさ？如果我们用一般的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很多问题啊，你不要正面去对，好。举一个恋爱的事情好了，恋爱这你们西梅亚卡萨很好用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男的喜欢女的，女的喜欢男的。现在我们层出不穷看到的就是说，女的说要分手的时候，男的受不了，有没有？受不了怎么办？我把他杀死，我不是杀你，我是杀你爸爸，我是杀你妈妈，好恐怖哦，有没有？这太直接了吧？也就是说。你喜欢他，不要当面就跟他说我爱你，好不好？绝对不要，因为这样的人际关系建立的不会很好。你喜欢他，你应该是退一步去表现你自己，退一步去让他知道，你的长处在哪里？有一天让他，惹かれるまでには待つだよ，不是。攻めていく、あなたのこと好きとかね、言ったらダメなの。这个是他强调的しめやかさ。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不要当场就是说，我讨厌你，你这个事情不好，不是这样子做，难道你最好吗？你不认同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不要用正面的反应去让他觉得。他不舒服，可是有一天你都没有表态的时候，光是一个表情，你让他知道你是不认同；光是一个表情，你让他知道我是喜欢你的，可以吗？这才是高。那这个领域就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可是Watsuki Tetsuro，他是做这个，西梅亚卡萨啊。其实我在高研院有一个5年计划哈。五年计划那个是很严苛的计划，就是一天到晚会被 review 的计划，那现在已经第4年了。那我举了5个人物在写，那我最后一年明年的人物就是写这个 Watsuki Tetsuro。 我知道很难写，但是呢我也勇于挑战，就是明年有一年的时间，我在高研的计划里面要完成一篇论文，我一年举一个人物啊来写啊，从这个，我忘记写中村正直啊，这个冈仓天心啊，金田左右吉，金田左右吉，我今年7月呢会发表哈，这样子，有5个人物，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Watsuki Tetsuro啊，他有很多啊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些东西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像，这个啊。儒家思想里面啊，或者是传统的日本的学问里面，儒教跟西洋的东西，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那个取舍的问题，我想他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这个部分我想，也是要把它弄得清楚的。好，这个是大概是第13章，我们就做一个结束了。